蚁。你像它这么苗条的，就撒五条就对了，就好了。酒精都散得到。我们在北大街路边这个。搿搭里面呢，像中国人。中东味啊。是老。搿搭闽南。闽南。那边烧成哪个人当天吗？烧面。来，看到了没？是这样子过来的哦。得看八十个人。画龙，这个龙呢要跟这个康重叠。但是前后基本上差不多的了，我们几个人总还熟悉。都差不多。前后差不多。一定要注意防火，前面比后面更重要，防火。防火墙更重要。好的，你现在一般都要供火是吧？然后乳腺。然后手切哈，手切个淋巴排出。哇，宽粉，宽粉，宽粉，还有啥品种？剃一下三九斤的血，跟宽粉，你刚刚看到的心肝火旺的火啊，那个更高，更高，证明就是心火旺。哦，心火很旺啊。心火旺，你高啊。一般这样它小。它是多个样啊，就是凉。不是很不好的。睡眠不好。不是很不好才烧的。亮面了。你这样点第二道，离自己最近的地方点最安全。还是心火旺啊。就是心火很旺啊，所以睡觉不好睡。这两天好一点喽。只喝了一套排毒的红枣青叶。是啊吗？那天不就是他先拿了吗？就是。理解吗？接着吃那个麦芽精喽。天天都在麦芽精。吃了吃了就忘了，反正每天一道都保证了。那个不是空腹吃的麦芽精，要磨粉才是空腹。磨粉也吃，麦芽精吃饭上吃。你看，像刚才这里不是没火吗？没火，我们再加一些酒精上去。饭后半个小时吃最好是吧？哎呀，我都吃了那个磨粉，然后差不多又吃磨。磨粉是空腹。太多了，我都不晓得该怎么吃。你看看这个脚腿这里。这火在打转的，这个、那火打转的，它这个那这一条是什么筋呢？那条是心叫什么筋呢？那叫肺筋好像。一个马鞭子烧了它肺筋，它肺不是很好啊，因为你看到它的皮肤没有，它皮肤毛孔那么粗，就是因为肺不是很好，所以它毛孔就很粗。这条就是肺筋。长痘痘，是啊，就皮肤嘛。现在好多了耶，肺主皮毛。今天我你看了？不是，今天猫了好多，我吃了那个酸的，酸酒鸭。酸酒鸭昨天，前几天刚排了毒就吃酸酒鸭，吃酸猪皮，吃下去把我的胃哟辣的哟，马上喝蜂蜜水就好了。喝麦芽精更好。不知道，胃空的，然后才吃刺激的东西。更好，来，像你那个金光还是喷都碎一些。本来拍了那两天很好的皮肤，然后一下子就冒痘痘了。今天。那要趁俺俩吃，俺俩两个，俺俩烧个火了。烧完了吗？金不要，金不安吗？来，看樊老师同你烧，还要樊老师同你烧，樊老师同烧哦。你还烧一毛钱的？一毛钱的。本来是个本来那你晓得不穿睡要紧，那个宽嘛，俺宽你，宽大了，大家都可以睡要紧的。大家都能够。没带你烧啊？没事，没关系。你基本上拿着放在上铺就行。就不要了，就不要了，那两个人都烧。两个人哈烧。两个人哈烧，一次洗龙虾没给烧没？烧了，倒几个也可以哦。但是我，方法老师烧三次啊。烧，大概烧，方法老师烧。先大概烧不下去。烧不起，大概烧，烧不下去。唔爱个，给我烧到几杯为止。有没有热啊，李姐？他莫非是凉的？有一点点，几多点？几多点？哈？几多点？
找一下五亮的五亮亮哪里在位？马林公哎。金彪了。那金彪就金彪去，发老师么的呢？金彪了，发老师。刁姐昨天晚上说华老师给他刷个，还是最认真的吧？很认真的，是啊，他做事情很认真。不是他昨天。昨天晚上我儿子。不是，他说那天没把他生日，我喊他来，我说只敢了，我说我没把他生日、啊。他说第一天。哎，啥两瓶酒精，就刚讲好的，他那菜好安静，刚刚就来。哎，他过今天早上他说，哎呀，昨天晚上他说你收的很好，小华收的很好。这样子，我就说你要是你感觉怎么样，你舒服了，你告诉我，你不要那个，不要像上次那样，上次因为感觉都烧了两瓶酒精差不多那些，但是其实一感冒了眼中就烧起来，还可以吃棍就。第二姐，我还不是那个李姐，我还想跟你说，你们自己可以买一盒火龙液，因为这个火龙液不是火龙液，我烧火疗的时候可以给你放五支六支。因为你们是属于极寒体质的人，所以火龙液我们的火疗是三分烧七分药，那么药放的越多你的效果会越好、就是涂在背上。对呀、啊、那个火龙液啊，那个才是真正治病的东西哦，168-50支。那还是不贵。他今天早上8点钟打电话给我，他说你给他烧水，他起码放了那个洁净宝啊。嗯，难受的要死，他问我哟，我说我不知道哦。你知道吗？我广州一个老师，他体质很寒，烧一个背部，你知道放了多少支火龙液？25支。天啊，你给我，那不是弄在里面泡澡了？放了25支火龙液。你给我弄到第二天他就很轻松。那么多25支。但是我就觉得每次那样子涂，我都黏黏的不舒服。不是，不用每天那样涂。他就刚是像你的话呢，一个部位涂个5支是可以的，像这腿上到处啊多涂都是可以的。但是对于我们来说，如果是一次一个客人给他5、6支、6、7支的话，昨天晚上我儿子吃了一支你的麦芽精，我要还回一支。没事，我拿那个麦芽精来给刁姐敷面膜，他说他要喝。下辈喝了。啊？下辈喝了。嗯。柳燕，你伤疤瘦了没？那个啥，容易爆吗？是很感染的一个，整个都感染。昨天晚上他放那个的时候，你有没给他说话？说话。说话。你有没给他说症状？了解。嗯嗯，对。你有没给他说放了多少的症状？哦，他是放第一颗吗？是他第一颗。哎呦，今天他说难受的不知道什么滋味。我不知道，他放那个，他都那个那里面都两个空的在那里哦。可以，就我给了他一颗。哦，我不知道是你给他的，我以为是他自己带来的，我以为他以前放过。